俗话说得好，无音乐不潇洒，没去过音乐节的宝宝简直是太 out。 近日2017中国乐谷华路音乐嘉年华空降帝都，高大上的感恩摇滚主题可是成功吸引小记者的注意，一起感受一下货真价实的热辣现场吧。不要说当晚绝对的 superstar 就是我们的 Gala 乐队了，看看粉丝们这疯狂的举动，下面就是来自灵魂的呐喊。面对粉丝们如此热烈的小宇宙， Gala 的成员表示，我们有的就是才华呢。我们是武当派中的偶像派是吧？其实从来没有，我们的灵感如泉涌，永远都用不完。那对于外界对国内摇滚乐市场的质疑，业界良心的 Gala 就如此回应。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只是在做音乐然后参与表演的人，对于这个市场方面的事情可能我们并不是特别多的了解，我们做的工作只是写音乐然后把它唱出去演出。当然谁说音乐节只能看演出，玩的大玩的全，360全旋大配置才是真王道。据悉本次乐谷华路音乐嘉年华就通过非遗加音乐的跨界理念，将非遗文化与现代摇滚民俗音乐相融合，用新颖独特的方式让全国观众对非遗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，为非遗传承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。厉害了的小记者酱，北京报道。